玩射击游戏都要靠着过人的反应力穿梭在弹幕之中吗？来试试这款可以好整以暇轻松游玩的 Time Locker Shooter 吧。游戏中玩家可以前后左右移动闪躲或攻击敌人，而且只有在移动时时间才会流动，所以玩家可以想好路线再来行动。不过要是后退太多，可是会被后方的黑幕给吞噬哦。游戏中玩家可以解锁更多的角色，并且还有多种不同的武器，想要轻松享受射击爆破快感的玩家不妨来试试看哦。